上一集咧同大家介紹過傳統嘅韓服啊，仲有韓國嘅宮廷宴喎。咁 Kelly 今集有咩特別好介紹呢？今集咧我哋兩個非常之咁忙碌啊，因為除咗咧要帶大家去睇下韓國傳統婚禮嘅禮服同埋嫁女餅之外咧，仲會教大家去點樣整 kimchi 韓國泡菜嘅噃。係啊 ，kimchi 係我 favorite 啦。嗱，咁除咗呢樣之外咧，我哋仲會帶大家去了解一下韓國嘅敲擊樂表演添嘅喎。咁精彩嘅內容，大家記得留意收睇。